放在肩膀上，一点点一点点的拉，是、啊、因为你这样手拉的话不好，你是放在肩膀上，外转内转动一动，外转内转，哎、对，你垫子拉着弹一下，不，你用这只脚，因为那只脚是比较、啊、这打不起来了啊，这还没到，因为他脚还不能伸直了，嗯，整脚伸直的时候才有办法。我是有把它稍微往上抬一下，抬是可以抬。对对，就这样。那不是，这样不对吗？不是，这不是九十度了吗？九十度。老师不好意思，刚刚不算高抬腿吗？对对，班长，你抬一下。有很多的患者，他脚连抬九十度不都太直了，可以。哦，那这样的话它是，这样就慢慢内压了，嗯哼，转一转，内压，你看它这后面就好紧，知道吗？你说他、啊，你说这位年轻陈老师啊，很紧啊，对啊，陈老师，不会吧？他才几岁？90度都上不来，是拉筋、啊，实在是太，这不太，陈老师，你。慢慢的用你的身体在压着，嗯，你就可以了，跟拉筋一样，很痛对不对？还好，现在很好，越来越松了，慢慢你看，刚刚才的有没有比较直一点的、啊？一点点，慢慢拉，松之后呢，你身体自己慢慢往前。看他脸有没有面目狰狞，哈哈哈哈。接近90度，慢慢的，就是把它转过去。你看这只，是吧？这只脚，老师，你看它上不来。真的假的哈？陈老师，你是龟慧郎哈？说一下，陈老师。啊？龟慧。你看。啊？他几下子就直了。好，这标准要90度。啊，辛苦老师，啊，这你看，我等于说本来是外转外旋，我弄几下那脚也是脚姿势，这有绑脚，嗯，没有绑脚就，哦，所以他有绑脚，陈老师你是不是有绑脚？哦，绑脚多久了？半年了。绑半年了 ，OK， 所以你的脚是很漂亮的哈，好，谢谢。